存风2023于21日迎来总决赛，由 Ella 拿下全场总冠军 ，Amber 获得亚军，季军则是美伊里芽，其中担任队长的谢娜成为年度尘封创始人，上台发表感言时忍不住激动落泪。他坦言外界对自己的评价一直很两极，但他强调自己独自到北京打拼，如果没有努力拼命，就不会有登上舞台的机会。虽然不知道舞台什么时候会结束，但自己对此并没有遗憾，也想对喜欢他的粉丝们说自己会继续努力，让粉丝们不感到丢脸。然而，据现场观众透露，谢娜其中一段感言提及过去一直工作的舞台，突然就没有了，疑似暗指遭到停播的《快乐大本营》。由于节目停播原因至今不明，但谢娜这段感言却被删除，引起网友们的反弹，认为谢娜真的很可怜，也替她感到很难过。Bye.